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小朋友们，跟我再念一次吧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你们会了吗？Susan， 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把云推开啊。为什么啊？我今天啊，在圣经上面读到，神将天打开，将他的荣耀和同在就充满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啊，我现在把云推开，这样天就可以打开来了。天哪，不是这样子啊！我们赞美敬拜神的时候，欢迎神来到我们当中，神就会将天敞开。然后他就与我们同在了。哇哦，真的吗？对，那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欢迎神来我们当中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